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阅读咯。阅读当然是基础的，你已经全部会拼，而且都能够读出来，只不过是它的意思或者是连接起来不太明白这样子，或者是你可以审视一下自己拼读的程度哦。好的，我们来看第一个标题是沙，那沙好，这是眼。首先呢，我会在这边把这一段文字呢给大家念一遍啊，你可以听一下，我会念慢一点，然后等一会儿呢，我们就逐个字来解析一下，解释一下。好，咪咪哆，你是沙东里的沙地，阿龙阿东文的沙地，咪盖哆。阿东问的你，沙米盖多亚西的哥第八的啦，沙马巴多天地阿亚达波别别皮特地阿安德巴文多沙地阿沙阿沙米哥阿亚达细细用马嘎，肩马也阿多巴，阿套阿古表弟。好的，首先呢，没有解释之前呢，各位都知道说，它肯定会有这个口语跟书面语之分。而在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一段里面，其实好多字我们日常讲话的时候不会讲到，因为我们讲话的是口语，这里呢是书面语，它是有这样的区别哦。好的，秘密都秘密，其实自己，那如果讲口语就是go go啊，或者是真的都啊这样的用法，书面语就可以用秘密都。我们那些沙东里的沙地，每天那些沙东在吃在用，你都在用的啊，这样子这个的。这个 do 是一个书面语，口语是 de 沙的眼。阿龙阿东问的，阿龙就是口语的，阿眼就是非常。阿东问的，阿东问就是好用或者是有用这样的意思啊。我们日常使用的眼是非常有用的。沙的这个盐呢，米盖多啊，东文的你米盖多怎么样？它就是口语的贝罗啊，东文的你有用呢啊，的你就是这个问句的嘞啊，它是怎么有用呢？沙米盖多亚西地沟地巴的啦。这个盐是怎么样亚细地沟取得的？得到这个盐的地巴的啦，你知道吗？的啦吗？沙马巴多天地没有盐，没有放盐，本来巴是带的意思，没有带盐的天菜哎呀的。薄便便撇的底，它的味道就是薄便便，单独一个薄是淡的意思，薄便便就是淡而无味的啊。弟弟你们搞不把沙沙薄便便撇你嘞，我今天不舒服，不管吃什么都是没有味道，薄便便撇的底会啊，会变得淡而无味。地也是书面语的 de 哦啊，就是我们口语上的 de。然后各位可能会看到，我们你看这么一段讲过去之后，它就中间稍微隔一隔，还有句尾有这么样的两束，这个两束我们叫做 bow ma。bow ma 它是属于像汉语的它就只有两个符号嘛，一个是句号，一个是逗号，这个就等于是句号。而一竖就等于是逗号，它只有 这两个哦。所以呢，一般呢就是它稍微词，你就要用这种小空格来分开。我们念的时候也同样是如此，用空格来稍微停一停，这样子来念，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念得顺。
安安的包面多沙的，好，安安是咸，盐盐的，好咸呐、啊。的就是盐分的分，或者是矿物质，也可以说是的，或者是元素，我们都可以说是这个的啊。所以这一个盐分，包面多有带的沙的啊，就是有包含这一个。咸的这个咸的啊，这个元素的盐。啊，啥啥咩个？啊，亚达细细用么个？细细用么个？不只是有，细用么个？就是不只是啊，用么个？其实是用么个？然后 z 是让，细是有，不只是让。啊，啥啥咩个？食物等等，啊亚达。啊，细就是有味道。加马耶阿多巴，对于阿多就是对于加马耶身体健康啊，阿套古布迪也是很有益处的。阿套古布就是有帮助、有补助、有益处啊，都可以讲这样的意思哦。好的，我们这是其中一段，下一段。吹串联。看到过阿日阿几多年的瓜，沙达八多月，加亚路达咩呢？阿个沙达玛咩的，达曼路多特，沙达波摩路阿的，多多，但是龙贝，苏得几多，沙阿沙咩龙嘞？加马耶替开奈迪沙迪坎达古阿顿阿东维永达玛嘎阿达阿米玛布玛多贝加西坎昂沙内月阿比阿乔阿达乔沙迪多比罗亚顿嘞阿东维迪吹串脸出汗啊，脸就是我们口语上说的脸，就是的话，出汗的话。看到过日记，这个是叠字。卡 and 看，这个上面的那的要跟前面的卡要拼，所以就是卡 and 看。这个是打乌柴，所以打啊打。看到过啊，所以看到过就是身体。阿涅阿杰就是污垢啊，我们也可以说垃圾啊，比如说阿涅杰里亚尼比也可以说哈、啊，就是身体上的污垢。多念的卦，多念的卦就是一起，其实我们可以说阿嘟嘟这样的意思。沙德巴多月，跟身体上的污垢一起，这些盐分带走了巴多月啊，带走了之后啊，这样子。嘎呀漏达咩呢？啊，嘎呀漏达，嘎呀一般呢，它本来是说体育，它单独的话，比如说我们在缅甸学校，小孩子上体育课啊，我们就说嘎呀切，嘎呀漏的这样，嘎呀漏达，所以呢就是做体力的，一些人员漏达啊，体力活的人员咩这些人，还有呢就是和。阿格萨达玛咩的，阿格萨达玛就是运动员等等。达曼鲁多特，好，先要解释这个特，因为一般我们其实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大多数都是要从后面来翻译哦，因为缅文的这个句型构造跟汉语的中文的句型构造是不一样的。达曼鲁多特比达曼鲁一般人等。沙德波莫罗阿迪更会需要盐分，波莫更罗阿需要更需要盐分。豆豆，但是啊，达贝麦，你看我们平常说，但是口书面语上就要用豆豆。但是龙贝啊，但是龙贝，它其实是有它类似一个成语，就是说 say 就是要。论就是太过度了，太过度的使用药
它就有危害的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凡事不能过度，但是论比数的给度，数的给度的给度就是说好像的意思，就好像啊，凡事不能过度。沙啊沙喵龙林，如果吃盐吃的太多了，喵龙林。加马耶替开奶的，奶能替开影响。加马耶身体能影响身体。沙的看大过一段，盐呢为了身体啊看大过一段。啊都没有那个。不只是对身体有好处有用，啊当啊喵，对于这个鱼类、肉类等等，嘛不嘛多呗，啊嘛不嘛多就是不腐烂，啊不坏，没有变质，嘛不嘛多呗。加是看熬，加是长久的能够放着，能够承受着，加是看都可以用哦，能长期的。让它保持新鲜。熬熬是一个介词，它呢通常是用在未完成某一种目的而使用的。比如说这里的它的目的就是驾细看，要能够保持长久的，所以它就后面就用这个熬沙内月，然后它就转折，怎么转折？沙内月用盐来腌啊，沙内月用盐来腌之后。那必啊，凡是用啊跟后面的字连在一起，我们通常都会说那必那翘啊，那必就是鱼酱，那翘就是那一个干鱼、咸鱼啊，搭翘，还有就是说，类似腊肉那样子啊，搭翘就是干肉啊，沙地豆啊等等。丢肉鸭炖嘞，在制作它们的时候，丢肉鸭炖嘞，也啊都面的也是非常有用的。好，特别来朝那多那八个沙叶片，不露肩背脸，大大难的沙片多带钱，不惹谁钱。透过表露历史价值，三个阿喵喵阿东表内的，三个路途大阿路是的嘛好，第三呢得变多的嘞，三得路长得变你阿呀，第四呀的多端第三多的。沙包多米果沙配比沙片宴月沙价的。特别此外来朝那嗓子疼多那牙疼八嘎的时候，沙叶片用盐水，片就是用盐水不露肩背脸漱口，不露肩就是漱口，鼻脸能够去漱漱口的话，得打难的就能缓解，得打缓解。沙片多带钱用盐，多带钱刷牙，不是洗钱啊，不是洗就是洗啊，就是去洗这个嘴巴，去洗洗钱。啊，就是这些钱它都是把这一个动词它就变成那个它的词性就变成动名词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这个钱，不是谁钱豆狗等等表露类似家的，常常都会有这样子去做啊。沙狗啊喵喵啊东表来的啊，可以在啊喵喵就是各种各样各式各样能够使用。沙果路豆达啊路是的嘛好啊，对于盐呢路豆达嘛好就是不只是啊，大跟用嘛嘎其实用法差不多，都是不只是的意思。人们啊路是的嘛好就是会需要到
而不是的，就是不只是人来需要这个盐。的瑞山，这个也是碟子，它呢这个隆基点有时候就放在大拇部，有些人写也会放在牙膏的上面，它其实是地，然后牙膏要用这边的萨德啊，瑞，它就用拼出瑞，稍微变一点音就变成瑞，然后萨又跟纳德，所以就变成散，而地呢它不发地的音，而是发的的音，的瑞山，的瑞山，你和这边树木等都得嘞也沙的路江对板你哎呀地是亚的哎呀，就是根据对板你就是科学研究啊，对板本来是科学或者是科学方式啊，这样子也行，科学技术都可以用科学可以知道沙的路江就是动物还有树木都是需要盐分的，多端的瑞山度低，在森林里居住的一些动物，沙暴多米古下会比在找寻沙暴多米啊，就是有出盐的土地啊，就是有长盐的那些土地，下会比找寻了之后，下片盐月啊，下用舌头。盐月本来是裂，这个字是裂，可是我们那个它就会通常舔的意思就直接可以把它念为是盐盐月啊，就是我们有一种缅甸药粉嘛，咸咸的那一个助消化的，就是 yes 啊，可是拼的时候就是这一种 yes 啊，只不过我们讲的时候就说是盐盐月沙加迪，他们就会用舌头去舔那些盐。好的，你可以多听听看几遍。